这个瘦脸为什么瘦成这样？不是我这个下巴真的跟那种韩式半永久一模一样，我不开玩笑。想问一下，这个口红是，这也太红了吧？我已经关了，它还是很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它那个保存的视频放在哪边？你看这个离不离谱吗？真的很离谱。不是这个就不是我本人了。